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录影的部分呢、啊。老师，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从早上录到现在，你看我每一个档案大小，从这边到这里，有没有超过30 MB？ 没有，对不对？老师有没有用过其他的那种录影软体？像那种 Connection Studio 啊，那是付费的嘛，一套就要10000多块啊。然后还有像什么 PowerCam 啊之类的，蛮多的。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录出来的档案都很大。即使是付费的，虽然它也许有某些功能真的很不错，但是对于老师的一个负担就比较重。我们怎么可能录个十几分钟，然后就几百 mega？ 那如果像我们这样一整天上下来，就是好几 G 的大小，你回去还做转档，是不是就很累？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在给老师的资料里面，我总共有分享两个，比较早两个礼拜之前，我都是用这个。最近这两个礼拜我就改用这一个，好，那各有优缺，也不是说上面这个就完全都不好。好，那我以前会用这个呢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说，它也是可以不用安装的，好，它可以不用安装。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变不用安装了，好，这也可以变不用安装。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性，就是录出来的档案都很小，这是我们一个优点。第二个，它的品质真的很好，很不错，好、哦，很不错的，那我们可以接受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录下来是它自己专属的格式，所以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播放程式的时候，它必须要做转档，那转出来可以变成 WMV， 这是它唯一的，就是我觉得比较不 OK 的地方。那这两个礼拜，因为刚好找到这一套，发现哇，又更进步了，因为它可以直接录成标准的，它录出来我根本不需要转档就可以马上看了，就可以马上看。然后再来，它也可以录制什么 webcam 的，所以你如果说老师有些时候，因为我们荧幕上画面并不是所有老师都会用这种方式上课，有时候它是比较实体的上课，那你就可以搭配这种 webcam 来用。那 webcam 的话，当然老师就要看你要抓的画面大小。好像我最近有看到那个这种 webcam 的，还可以当作类似像什么，像那个显微镜这样，可以放大200倍。所以如果老师他是做一些像生物教学或是观察的，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用它去看很细的东西。好，那老师也可以，如果他不是在电脑教室上课，那我就直接用这个 webcam 当作是我的摄影机。像我前几天在看那个，就是国中小，就是所谓的异化教室，你知道老师怎么上课？用 iPad。 但是重点在于什么？老师竟然上课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助理帮他负责处理电脑的问题。可是我们不可能平常的课程你都这样做吧，对不对？教育部也好，学校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资源让你每个都这样做。如果你要拍精致的，那确实可以。可是如果我们是一般性的上课，老师自己做的，那当然是自己录，就跟一般上课一样，干嘛还要再额外的东西？这样是不是多出来的负担？所以你用这个 webcam 当作是一个自己录自己也好，或者录同学的反应都 OK 啊，好、哦，你就可以录下，那效果就还蛮好的，哦，蛮好的哈、哦。所以这个，那当然它也可以当作网络摄影机的那个来录，它可以连线到网络摄影机。比如说我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买一栋别墅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录下来，它也可以支援那样子，所以蛮特别的。它支援的就是荧幕上的 webcam 的跟我们的网络摄影机，它可以透过网络直接连过去，好，那可以录下来，也可以做预约录影，蛮特别的哈。那甚至呢，你可以在上面影片上加上文字啦、浮水印，这都可以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呢就直接介绍这一段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你如果说老师一定要用免安装的，可以，您就把它，比如说你在教室这边先把它装好之后，把它的资料夹抠出来，那就变免安装的。哦，只是我有发现它如果是免安装的，有一个功能没有。您可以进到这个荧幕录影内哈、哦，在这里有没有？档案很小，1 MB 多而已，这是免费的，好、哦，免费的。如果你要买那个它付费的版本，就是要在商业上用的，一套多少？1000多块。这样学校应该比较花得下去吧？对不对？假设啦，不过因为它非商业使用就不用钱了，干嘛花钱？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去用。那我刚刚讲有一个功能没有，就是说，
这里我可能要先把这个影片我先停一下，才有办法让各位看到哈。来，好，所以刚刚老师已经看到，主要就游标那一块没有哈，可惜是版本。那您透过这个方式呢，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把它录下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请老师一起先把软体先装起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档案真的好小好小，好、哦。